村代表在一次蔬菜品鉴会上发现了一个新品种太空蕉，如果种植成功，有望占据市场，获得更高的收益。但是目前种植太空蕉的经验比较少，大范围种植会有一定的风险。村里决定先找三位村民作为种植试点。不过太空蕉的种植要砍掉现有的农作物，此外还需要2000元的改种资金，是否改种，请大家认真考虑。 我要种，那得种，这都有大哥大的人，争争争，这回可得种了。争不争啊？于洋，哎，我对你的命运，我评价，我觉得你别争，你应该是属于那种天上能掉馅饼那种。我的命运还让你掌握了。<笑>你现在应该躺床上练歌。<笑>对。改种太空蕉的请举牌。 所有成员都要争夺，那我们有一个小游戏，抢玉米游戏，8人抽签，分成4组，背对背站着，并在音乐停止后弯腰抢夺玉米，很简单，抢到的一方获胜。我们来抽签，是1呀，我是2，4，3。 这叫什么？1帮1呀，1帮1。来吧，一先来。你站哪边？你哪边脸好看？<笑>我两边脸都一样。好，来吧，音乐。 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啊！你这屁股一顶，不是你的屁股，你的下盘，人家帮了你了，啊！人家帮过你，给你10000块钱。我准备把这个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别违心了，凡人。不要，不要，哥，你们听我解释，你们相信我。不用解释了，解释等于演示，第2组上。 第4组，请准备。凯哥不是跑男腿最长的人吗？对啊，但是你弯腰容易顶的不是他屁股，是大腿。我终于理解说长得太高是个缺点这件事儿。 来吧！还是屁股大好使，他差点给我顶个格都出来了。 凯哥，认真玩啊！不要让我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认真玩。认真玩了吧？这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最后一轮争夺第3名，音乐，请准备。 现在就给人顶出来了，已经出去了。
你是来跳舞的吧？我是来展现我的舞技的。经纪人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找点工作。最近有没有跳舞的那些啊？我蹬子的舞。好，那恭喜于洋、郑恺和晨哥获得了改中太空胶的机会。可以不中吗？可以不中。邻居，你想要中太空胶吗？不要嫁祸于我。那万一中钱了呢？是吗？我中，你要不中？那我也中。你中还是不中啊？你？我中。中吗？确认？我中。哎。我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吗？可以。白鹿帮助过我。我不要。啊，那行吧，我中好了，我给他。好，那三位，我们来结算一下，看一下现在的金额。中这个辣椒这么贵啊？7000。因为之前你没有大棚，所以现在等于额外送给了你一个拥有大棚的机会。啊，没棚。啊，你还买了个棚。白鹿不是不中吗？我上他家种行不行啊？他家有完事，咱俩分钱那玩意儿。谁给你分钱？不是，你跟那省块地省5000块钱，行，来吧，看收成吧。好了，对于太空胶的种植，大家都格外的用心，像照顾自家孩子一样细心呵护。但是， oh, no. 但是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别，不停！我不听，说什么来着？我不听。有些事不是努力就一定有好结果，由于技术不够成熟，太空胶种植失败，所以改种太空胶的各位今年没有收益，其他没有改种的村民依然可以获得原本作物的收益。哟，5万多了，5万6了，翻倍了，怎么到账了？58000到账了。谁最少啊？你啊，吵着啥呀？你。目前总金额最高的是沙哥58000。哇，真的是大哥大。最低的又是回到了于洋。什么叫又是？你把这个词给我收回去。于洋，我再给你联系那啥唱歌去啊。我连活吧。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次选择啊，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命运之卡。又命运啊。来，白鹿先抽。要不要先来？先来，这样机会更多一些。见义勇为卡。见义勇为，完了，你是不是于洋掉河里了？白鹿又给救上来了。村里的孩子玩耍时从树上掉了下来，你把他送到了医院。我付了医药费。孩子父母为了感谢你，包了10000元的红包，但是，滚滚滚滚滚，本钱由杜小满金融冠名，资金周转就找杜小满。下载杜小满金融 APP 参与抽奖，人人中奖，还有跑男同款等你来。搜小度天天 ，K 歌追剧爽翻天。本节目由小度天天旋转智能屏特约播出。孩子父母为了感谢你，包了10000元的红包，10000元的红包。但是，你觉得你做的是应该做的，所以拒绝了。没事。那对，这应该表扬。确实。这应该表扬，那对。我收获了好名声。哎呀，白鹿说了一句说，要是于洋家的孩子，我就收了。弟弟先来吧，你先来吧，先来啊、机会多你穷。接下来，哎，我这个稳呢，安居乐业卡啊，还可以。安居乐业卡，为了让家人有更好的居住环境，你扩建了自己的房屋，花费了10000元。可这还真是你家孩子。那对呀、啊，孩子掉水里，你不得安抚一下，把房子搞搞。没事，有钱花。如梦出行卡，
为了让自己成为这个村最靓的仔，你给自己买了金项链，花费了5000元。哇！但买完之后你就后悔不已，决定脚踏实地，勤劳致富。哎，他抽这玩意儿也准，村里边最靓的仔，啥意思啊？我们咋的？村里，村里最老的仔，最老的金链子，金链来了。大美美，大美美，嗯，大美美。不是不是，是他，这这这这，来，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去，你先等准老板你就出来，来，好，来开始走。大兄弟啊，你花了5000块钱买了个大金链子，你怎么不带呢？哎，忘了，我今天忘了，来，谢谢。哇，最亮的仔，最亮的仔，你眼镜，他眼镜了，谢谢。哇，送墨镜，哇，来马马乌乌卡。在浇地时你没注意错将别人的闸打开，导致你左右两边农户的地被淹，每户损失了5000元。没事儿，也反正不是最穷就行。我再挣回来再续前缘卡。你的初恋成为了农业技术员，在你的苦苦哀求下点拨了你的种植技术，收入增加了3000元，弥补了一点我的损失。风驰电掣卡，双腿已经满足不了你的出行需求，你花了3000元买了一辆摩托车。精若偏红啊，在村里组织的广场舞大赛上，你婀娜的舞姿广受好评，跳一支舞将获得2000元的奖金。哎呦，哥，我强烈要求咱俩整个组合，行不行？我们现在就过去，去太原演出，去太原演出，去太原演出。修路支付卡，修路支付卡，为了把你们种植的蔬菜运出去，最先富裕的两位村民为村里修了条路，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，每人花费15000元，就是目前场上前两名的首富。首富，这不首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首富在这儿呢，出了15000给村里修路，谁出的？你首富。首付为了2000，刚才蒙的成那样，我这15000说没就没了。你们可以给鹿取一下名字，叫沙鹿。我和谁捐的？我俩。杨沙鹿。杨沙鹿。杨沙鹿看不见。感谢各位，接下来你们的蔬菜可以更快的运送出去。我本来最高6万，你咋还有45000呢？我刚才6万呢，首富啊，真有钱。所以目前的首富是郑恺。最穷的是我还是他，一穷到底。恭喜凯哥、林一和沙哥前3名，稍后你们会获得最后一次提问和交换种子的机会。太重要了。其实刚刚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二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探索出了一条依靠大棚致富的道路。隔壁村看到了你们村的变化，来到二村想要讨教大棚技术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村子里有了不一样的声音，而你们作为村民的代表是选择 A 保留一段时间再把技术分享出去，还是 B 直接无偿分享给其他村的人。必须得分享，一起富裕，共同富裕。好，所以大家一致的结果是分享技术。对，好，因为你们的无私分享，越来越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聚集在了二村，技术也在不断的创新和提高，二村也改名为三元珠村，大棚逐渐变得规模化和产业化，带动了整个寿光蔬菜产业的发展，如今寿光也成为了全国的菜篮子。嗯，对，所以大家做出了非常明智的选择。